关东吕大爷。Hello，嗯，女的呀？Hello，什么死东西？Nice to啊？see you again，大头啊，Nice to，Nice to see you again. meet Oh my God, you speak really good you，I'm English. here，All You want to join us? Cabin right，All blue to blue. right，I'm 二兰, you want to join us? You want to speak Mandarin or you want to speak Sure, Korean?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it.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again? First of all, I don't like the people, the person in this room. Because it's so disrespectful. Yeah, so do first I. of all. Yeah, of course. Yeah, so we are talking, we can peacefully, we can calmly talking, but don't over it. This is so disrespectful, this is unacceptable. You understand what she said? Right, that's all. Yeah. Yeah, it's so disrespectful. Uh-huh.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please stop cursing and talk calmly, talking nicely, and talking disrespectfully. What are you talking please. about? No discrimination. Yeah, we're talking about the respectful, right?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respectful. Who's unrespectful? Who is? 哎，咋没了呢？那你说你的，没事，我没事，我陪你说。你不用陪我，你说，你不用陪我。二兰，不是这咋的？谁？他刚才说的不是你的，你贼尴尬，你那个水平确实，咱说确实比一般人强啊。但实话实说，确实比一般人强。啥叫一般人？谁是一般人？一般人什么定义？一般人就是坐电动车、坐地铁上班呗。你不一般人。啊，是我是一般人，那一般人怎么了？没咋的，我说确实比一般人强。就是你不用坐地铁上班，没错，因为你们那没地铁。啊，对吧？对，没有，确实没有。你不用坐公交，因为你那没公交，因为你有车。对，你这钱儿不是有车，没车我公交我也得坐，不是公交也不能坐。你在美国，然后上中国抖音上赚钱，然后在美国骂中国。No, listen, 我啥时候骂过中国呀，哥们儿？我啥时候骂过呀？对，你在美国赚钱骂美国。啊，我在美国赚中国的钱，然后骂美国。哎呀妈呀，你跟司马家头有啥区别呀？Carbin, you want to talk to English or what? No. We talk about English later, okay? We talk about English later. Yeah, we talk about if you want to talk English. We talk about English later. Okay. Yeah, for sure. 等会儿，你别顺着，铁子，你那个英文，你一会儿乐意说，你俩等。我这个英文，咱可以在这儿公开说。你确实，你的英文确实都不得我脚趾盖子，我也不愿意说，就是咱俩不解决那个事儿，咱就讨论说这个挣钱这个事儿。你不是一直就不，那你针对哪个事儿？挣钱的。啊，对你在美国挣中国钱，那好，棒了。好，你别管我棒不棒，哥们儿，你刷没刷？你现在是咋的？反应过来刷拉了，完了想退款呢？什么玩意儿？你是反应过来，你刷拉了？你平时刷一天给我刷拉了？你说我也是东北人，你也说你说那东北刷拉了就是兜里面分币没有了，刷的后悔了。啊，不至于，那不至于，你刷了吗？我就看你吧，你刷没刷？刷啥呀？你给没给我刷过？我凭啥给你刷呀？那你没刷，你凭啥逼逼呢？那你把我踢出去不就完了吗？那你千多人，你把我踢出去，我踢出去，我上哪儿整这些跑车去啊？你让有跑车的人，你让有跑车的人，好，又开起来了，大队又开起来了，不就完了吗？不是，你看这不是刷，这不都刷呢吗？你让这不都刷呢吗？怎么又断开了呢？我俩手搁旁边呢啊！行了，别开了，行了。一说话跑出这一会儿铁子，你这一会儿你给我整好几百了。我说实话，就挺感谢你的，二兰，我挺感谢你。要不今天晚上就没啥了。二兰，谢了二兰啊，别刷了这些托儿。哎呀，识破了，挺聪明啊你们。二兰，别滚刀了，二兰。你跟那喊，我说实话啊，就对于这个层面上来讲，你说啊，你平常你挣的，你替谁发言嘛？他们的行为不是在证明给他们说，他们行为是他们愿意，那你不愿意，你说你拦着别人，完了你还没起到这个效果，完了关键是你还现实没有这个实力。我说不好听，铁子，你一天忙前忙后的，你一天就腿都跑断了，你就。只能看看别人，你这儿不爽那儿不爽的，你这不服那不服。我想问你，我过两天我年底回中国的时候，你还说不说了？你还看不看了？我回去的时候，你还咋说？
再说你觉得我要挣这钱，我挣的不算多，那挣多的有的是。那包括国外的那讲话的干啥都有，带货的 PK 那啥都有嘛，你去跟人家说去，你怎么净挑我直播间说呢？而且我还不是说他们还得催一催，国外这儿好那儿好的，我还不催，对不对？你说你针对我干啥？你要真说有这个想法，说是国内国外你看得这么重的话，你去说那些吹国外的呀，对不对？你去说他们去，你光磕到他们就完事了呗。你咋不去呢？那怎么我恰巧身在国外，我说国外不好，还就挣国人钱？说白了，我在我眼里看你根本不是说挣不挣钱的事，对你来讲不是重点。你重点想说的是为什么在国外你说国外不好，那怎么的呢？我非得说他好，这是你的道理，我非得夸他好，还是说你听人家说不好你难受？那如果说听人说不好你难受的话，你的概念里就是好呗，是不是？你说说，二兰说话，你上麦了。二兰没二兰，哪是二兰？那你不是二兰你啥兰？你不是说光说国外不好，好的你说不说呀？有没有好的呀？我跟你说，每天开放能不能公正点？对，每天开放连麦就是在等这个环节。我在你客观的说说，对你说说。我客观的说说，美国我待过啊，你说说，比如说什么好，咱家没有那种的，独特的啊。怎么说呢？反正我在美国待过一年多，我没跟官方发过任何脾气，明白啥意思吗？就是我跟官方打交道，我没发过脾气。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办过什么该办的事，人家都给我办了。比如说驾照一个多月寄到家，比如说不是没有，不可能，没有一个月，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反正我在的地方没有一个月。你搁哪儿啊？我在佛罗里达。来，那个现场有没有佛罗里达谁上来给他解答一下？哎呀，不用，别，你不用整这个。那咋的呀？多年前，那你咋不说？你咋不说？这是我的体会，你的体会，你体会啊？你现在说的是美国的这个办事效率高呗？咱这么说。啊，不是办事效率高，我不能说他办事效率高啊。那是啥呀？你没发过脾气，我总发脾气。这个咱俩恰恰相反，我总发脾气。比如说、然后呢？不是，你比如说，我跟你说几点啊，就是作为办事效率上面来讲，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发过脾气？我在外面，你知道我在非洲待过吗？咋的？我在非洲的时候发过脾气，嫌你跨不跨、办事效率啊？办事效率。那我这么问你吧，那你现在说那美国那个所谓官方发过脾气啥概念？是属于办事效率高啊，还是什么体验呢？不是，人家就是。该怎么办怎么办，没有人卡你，你想办什么根据你的规则人就给你办了、没人卡你吧、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好，你我跟你说个亲身经历，你听不听？我跟你清楚说个亲身经历卡的。你亲身经历代表所有吗？不代表所有啊，但是规则确实写在外面啊。啊，然后呢？那不是卡吗？那就是卡呀。你说说吧。那如果我说出来，如果我又能说出来有人，你讲讲你这个事儿，你细节讲一讲。如果我能，我先跟你说的这个体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体验，而且是他写在外面的所谓的 policy。如果要是说，哎，如果有人可以不遵守这个 policy， 直接能办，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他找人办了？对吧？那我不知道。那我说完了以后，那你在美国十多年，我对那你说那我说完了以后，他能证明啥呢？事儿啊，那我说完以后，他能证明啥？你说吧，找人办了。来，我跟你说一个事儿、那你投不投诉呢？我投不了。那他找人办了，他侵犯了你的利益，你投不了呢？投不了，没有这个部门。我跟你说嘛，那你现在你不也待过，你不也挺懂吗？没有这个部门。对，没有这个部门。来，我跟你说，你现在不是挺懂吗？这真的没有这个部门吗？哎呀，就是你是咋？你怕我说呀？你是怕我说了？你说，你说，那你把嘴闭上，把嘴闭上啊！就是我跟你说，原来我几回吧，一回第一回办这个我开饭店的时候办牌照的事，我牌照那个大牌匾寄到了以后，那个牌照那公司他不是有那个升降车吗？直接给我挂上去了，挂上去了以后。我就正常那么试营业了，就开始了，没人管我。后来呢，大概开业了一个多礼拜吧，市政规划的 planning 的部门跟我说那个你这个牌照没有申请。我说我需要怎么申请？他说你需要让我知道，就是英文直译啊，就 you have to let me know。我说 who you are，
没毛病嘛，对不对啊？没毛病，对吧？然后呢，他跟我说给我个名片，他说你让我知道。我说所以是有什么表格、application 这些东西要填吗？还是我需要单独申请个 license？ 他说不是，嗯，你就是让我看。我就是我这个我就看啥呀？就是看啥呀？就是看你这个设计照片发给他，没有任何表，啊啊啊啊啊啊就发个 email 给他。然后他也不给你任何回复，你发给他就行了。我说，所以我要等到你回复了以后，我才能把它挂上去吗？不，但你现在必须把它拿下来。我这个就理解不了了，这个很难拿的牌照，这大牌子挂外面，这冰箱灯都结实。前提不是你没让人家先知道吗？哎，好，你就是你自己不就先挂上去？好，你这个东西，好，你看，我当时跟别人聊完以后，别人也这么认，于是我就上去查了这个规则了。没有这个规则，没有这个，没有这规则啊！然后我也质问他了。喂，你听我说，我也质问他了。我说你凭什么让我把它拿下来？他说因为我做这个 planning 这个部门，我就得知道你要放这个东西。我说那你让我把它拿下来，我又放上去，我产生费用了，你知不知道？他说那个这个不归我管。我说我不满意的话，是不是怎么办？找我的 supervisor， 他这么说的。完了，你哪有什么投诉部门，就是找 supervisor 嘛。我就上 CT 里面去找了，我还真找他 supervisor 了。他 supervisor 说这是我们的 policy。有白纸黑字吗？你就拿嘴说的，你要哥们儿，我要说你在美国你啥事没干过，你还要埋汰你？告他吗？哎呀，你别在这装聪明了，哥们儿，你这是人家告诉你就是 policy，你怂了吗？你告他呀。我贼烦你这个，我贼烦你这个装犊子这劲儿。哎，你别说，哎，给你批了过了，你就拍就完了呗。你就可以这么干呢？那我所以我说国内好没毛病，美国差呀。那你就立场不一致吗？不一致。那有啥不一致的呀？不是这么回事儿。发现自己说错话，站错队了，想半天。那你想，那你解释吧，你说。我不说话，我等你说，你说。完了，别让你搞费，你搞费，你搞费拿，别管我干啥去，你搞费拿不着了、啊。你赶紧，你是说你接着说，你刚才说那对呀、啊，所以说搁国内不可能有这事儿吗？对，接着你说，搁国内不可能有这事儿啊。完，接着说，你搞费拿不着了，今天啊。你不能这么说、啊，国内不代表所有的国内啊。好好想想吧，你哎呀，不是你哥们儿，你这个节奏带没带明白？你哭哧一下给自己带折了，带断了，你这一下断，这说漏嘴了吧？你这不属于？那我再给你说一个，再讲一个，行不行？啊，你再讲一个，再讲一个。我吧之前搞过这个，就是像装修一样的，类似这些活儿，然后呢，认识了一些投地产的这些，就是咱家这个国内的来的这些，就是咱说我以为的大哥吧。我说这些大哥都老风光了、啊，国内来的大哥是吧？啊、对，国内来的大哥，对呀、啊，国内人家正经买卖嘛，人家到国外投资，人家都是带着公司头衔的、嗯、投资。我说这些大哥，我说我感觉他们老风光了，挣老钱了。我说大哥呀、啊，那个你们搁国外这个投这个地产啥的，那都有名的，那都有名的。之前你可以查国内出来，包括兰纳里面都好多合作。你敢说那名吗？兰纳呀、啊，我说了。来，兰纳吗？对不对？包括很多地产项目，他们这边都有合作的。有合作，人现在就是买一块地，说搁这个城市，你肯定不知道，你们没搁这待过。这个城市在华人区算是数一数二的好城市了。这个城市已经没有地来开发复合建筑了，知不知道啥叫复合建筑 ？Duplex 知不知道？懂不懂复合建筑概念？你不懂就不懂，很正常，正常人都不懂。你要不懂，我跟你说一嘴，懂的话就跳过。啊，你说啊，懂吗？教我。啊，教你 ，duplex 是复式建筑，就是在一个单元内可能住几户人家那种的，就是走一个门牌号，然后分成 A、B、C、D 这种的，叫 duplex 复式建筑。因为啥呢？随着城市就国内的单元吗？你可以吧，也不，它其实分了以后叫单元，叫总楼号，对，就总就对一栋总楼号，哎，对一栋。但是咱美国不都独栋吗？美国不是都独栋吗？对吧？那他要想建这种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批不下来。这是一二，没有符合这种地的性质。在美国有个东西叫地的性质，就租赁，你听过没有？土地使用性质。你是民用的还是什么？对对，就是土地使用性质，民用的、商用的、商住混合的 啊土地使用性质。那土地使用性质来讲，想批这种。
就是混居的这种 duplex 这种基本批不下来，因为它意味着什么？在一个 acre 的这个就是一个平方英亩的里面地里面，它最多居住多少个单元啊？一个英亩啊，就是一个 acre 嘛，对吧？那是如果说想要批这个东西的话，有没有说绝对意义上不行？还真不是，还真不是啊，有灰色地带是吗？哎，有真有灰色空间啊。然后呢？接下来有一块地拿出来卖。它是个什么？它是个守山边的，以前是拿来干嘛？后面养马，后面拿来养马的，就是像他们这边不有喜欢养马的，晚上没事骑马出去溜达一圈吗？后面块养马的山边的这么一块地，它是它的土地使用性是啥？是农用地，说来用的种地的，然后还都有一块是属于这个动物保护，给动物使用的。这个正常来讲，就咱家这些大哥是属于永远都触碰不了的这种地了，因为拿到他们手就烂了，他也不能盖房子。对吧？咱家大哥就说：“你看这块地，同样被人家谁拿走了呢？被一个那个弯弯的公司给拿走了，人家买去了。买下来以后呢，跟这个城市呢，跟人家这个城市里面有城市里面那个市议员，你懂不懂？什么市议员？城市里面的议员啊，我知道。哎，跟他里面议会嘛，哎，六个人，是不有议会？哎，六个人，其中有四个人都男的，四个人的媳妇儿。”都是艺术家，他们开了个联合的艺术展。他第一个人的媳妇儿艺术家，他媳妇儿干啥的呢？穿手串的，就说这好像有点 low 啊，做艺术品的，搁国内淘宝上订的那些线呐、啊、珠都拿换穿手串，哭哭。不是，然后呢？就是人家是一伙的。没有啊，你听我说完，人家怎么操作的？穿手串，穿完以后叫艺术品，搁个小相框里面框上，卖多少？25,000美刀。完了，有一个呢叫画家。我知道你啥意思了啊！我知道。完了，有一个叫画家。有一个是画画的，他媳妇儿就在那拍卖了。哎，他媳妇儿主打个他媳妇儿主打个油漆桶，油漆桶往画上扔，隶书送了。哎，我说不好听，油漆盖都贴画上了，主打个艺术，八万多一张啊。然后呢？不是，你什么叫艺术送了？人家这个是属于正常艺术品拍卖吗？你不说的吗？穿手串卖25,000，那还不是艺术？那人家是艺术品，艺术无价，哥们儿。那你要讨论人油漆花多少钱，人家在墨上啪泼一下子卖50,000。你哪说？见过国内这么干的吗？没见过。见过国内？你说说。你见过吗？你说说。你见过吗？你说说。啊？你见过吗？你见过吗？还用我说？你上中华什么什么中国裁判网上你去看去，收了多少假古董？哎呀，我的妈呀！哥们儿，他是不是用来他假古董？他这个行业跟这个跟改土地性质不是一个活儿，他不是一个活儿。人收了假古董干啥呀？人收了假古董干啥？那你别猜，你说。你说出来，你猜，那你说你能不能实名制？我在美国，你提起来你不说，我提起来我都给你讲这么细，手串怎么穿的我都说了，我再说了，你提出来你不说，完了你让我猜，哥们儿，你不存滚刀吗？中国不是一样吗？那好，你说出来哪个？你说，你把摄像头打开实名说来，把摄像头打开，把摄像头打开实名说来，把摄像头打开实名说来，你打摄像头打开实名说来，别滚刀，你别真滚刀。二兰，你听我说，把摄像头打开实名说，我支持你，我给你曝光度，你不说有吗？对不对？你别说有没有，有他，你既然能到裁判网帖子，这就是属于啥？这就叫犯事儿了。这我说这人现在还没翻船呢。我说的人现在还这么玩，还整手串呢，现在整上项链了都，项链脚链都出来了，项链脚链钥匙链车钥匙都出来了，那不翻车了吗？那不抓了吗？你就是有的话那不抓了吗？这不是到现在吗？这不还整着呢吗？而且人合法呀，合理呀，有啥有毛病的啊？对不对？你搁那叭叭的，你搁那哐哐滚刀，那我问你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你说给你打开了，二兰、啊、开了吗？开了，你说。你去裁判网上看看吧。哎呦我的妈呀！对，你别在这说这个说那个。好，裁判网上有。看看好，裁判网上有那不是看看那不是已经抓了吗？什么点钞机？行，那不是已经抓了吗？点钞机就那是不是已经抓了在上面？什么的？那还有没抓的？咱也不那你举报一个来，你说。你知道？哎，慢慢举报一个出来。你举报。我先举报就是你。我。那你去跟抖音说，你上我屋来举报我来，我判我自己有罪，我这么判你，铁子，你懂不懂这啥意思？那先举报就是你，你这懂不懂啥意思？啥
啥意思？懂了吧？这回懂了吧？疼不疼？揉揉哈。你上我屋来举报我干啥呀？你跟抖音说去。来，东北吕大爷咋的了？大头啊，嗯、啊，那个上次你连过我，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个女的，然后我的账号是跟我先生。不，你叫这名儿，你叫的怎么叫都叫吕大爷的？没有，因为我用他的号嘛，我用他的号，然后我们两个都挺、啊、都很喜欢你啊。然后我先生是每天每天每天都看，先生现在还没睡呢。我们在洛杉矶啊。啊，你俩在洛杉矶，哎，我们在洛杉矶啊，这扯不扯？然后，哦，我们在这儿十年了啊，也待十年了。然后，啊，我是在这边做那个护士的，是在精神病院做护士的。啊、刚才这个能关进去吗？这个？哎呀，这个人确实，我就跟你讲，他有点那个，就是好像，我就感觉他压力挺大的。我感觉他其实就是红眼，他就是红眼病。他就是有点 depression， 而且你听他说他以前来过这里，然后我就是很奇怪，说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来，而且说你既然说来到这里，你为什么说还要讲这些东西，就是很那个 contradictory 嘛，就是非常的矛盾。嗯、对，矛盾。而且就是说，对，而且说你无论要讲什么，首先说你要尊重别人。是吧？你不能说上来你就他，然后就骂人，你这样太有点太那个啥了吧？就这个水平，他就是难受。就是你想谁，就包括直播间这些人，谁好人凌晨四点钟不睡觉？除了看我的是正常人，啊、对对，那其他等着骂我的，那你说他能是正常人吗？对，你跟我先生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你想想，你说凌晨四五点钟在这里骂人，你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说够不够到你们那儿去？我说还差点事儿，因为就是说咱们美国这边，我就是说说我的工作吧，就是我觉得就精神病院嘛，是吧？嗯，我在这儿工作了大概快七年的时间了，接触的都是美国的精神病人，而且他们真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夸张吗？怎么？当然了，哈姆雷特精神病院那种啊？你看过那个小丑那个电影吗？最后的时候他不是跟一个那个心理医生在里面谈，他把心理医生把他杀掉了吗？啊，我们就是说，你知道我们那个栅栏多高吗？大概是有三四米那么高吧，而且就是层层的，像就像那个迷宫一样那样圈起来的，像迷宫那样圈起来的。啊、对，非常非常高。不是哈姆雷特啊，阿卡姆疯人院。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阿卡姆即便是这。对对对，即便是这样，也有逃跑的，也有逃跑的。不是三四米高咋跑出去的？哎，你看他这个事儿就很奇怪。你看我们有一个病人在两年以前吧，他是从他自己是在一个房间，然后他就把后边那个就是那个窗户给砸掉了。砸掉了之后呢，他就徒步，然后就是 climb up the roof， 然后通过那个 roof jump the down， 然后就跑掉了。然后后来后来当然是找到他了，然后呢就让他去那个high functional like facility， 就是让他去那个精神病医院，然后再进行治疗，然后再往下重症的。 对是重症的。就这个呢就是必须要 one on one 了，就是必须要就是一对一了。你是做一对一还是一对多的呀？我们有时候是做一对一，有时候是一对多。 OK， 是这样，就是要看那他们都什么毛病得的精神病呢？我好奇了。那对呀、啊、你想想他们这边的人弄什么呀？是不是弄那个 biu 还有那个 medicine like illegal medicine drug？ 对呀、啊、那他是因为这些问题吗？当然，你知道他们 overtake drug， if they overtaking drug it causes the mental illnesses right？ This is a mess of the brain。 还多亏会英文了，要不然这话还没法说。就是你想想，就是说在咱们国内是他们就they ask me question， 就是他们就说哦，在你们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说当然是世界各地都有，就是说精神类的病人，但是像你们这种是就是 illegal drug， 然后去
make a mess about the brand 的话，就是这种的话是，就是我就是说，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东西上面来讲，就是我不清楚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从开这玩意儿，就像比如说你要吃火锅，今天吃辣了，明天立马拉肚，那他们这个东西怎么不周期性很长吗？那你说第一天不能说第一天吃，第二天变傻子了吧？他们好多就是说，就是对他们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刚开始你可能就是一克。然后呢第二天可能就说哎我觉得哎挺好的再加点吧，然后再加一点。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他就说哦 sniffing, 你知道 sniffing 吗？就是鼻子那个那个。你们然后你们别搁那下面那个打那个说那个这地址那个话翻译不了，必须得说英文，不说英文他就翻译不了，他就违禁词儿，你们别等搁那整啥，你要觉得听不懂就一会儿听下一个的，听大耳怪的，行不行？对，那个没法弄。没法翻译。他就说哎那个你看通过这个nose goes to brain, 然后就是哎觉得说哎这个还不够。不是 那他这个中间大概多长时间的过程才会导致他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个傻子呢？ It depends like if the people young, you know, if the people young, it depends like 他们的 body immune system, 就是他们的身体强壮程度啊，或者是平均呢疾病啊。平均的话那快的话要是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那个 dealer, 要是他就说哎我想尝试一些怎么怎么样，他就说哦你尝试 a little bit strong or something, you levels, 他说哦 I want a strong one, 俩月能到这份吗？你有可能一分钟就然后就什么了，就该 shark 了。然后他们就 911就 pick you up, 然后 when you wake up, you feel like you find out, oh, I already, you know,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Okay,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我一会儿我用能表达的我给你们翻译一遍。啊你们别着急，对对对，先让他说完了以后我给你们翻译啊。而且说这些东西吧它还有purified 或 unpurified。有些它 purified 它就贵嘛。unpurified 它就便宜一点嘛，是吧？就是说不一样的。而且就是有些人如果他 taking the leaves like you know leaves right some the little grass little grass like that 这些呢是轻一点的，就是我们有些 coworker 也 take this but not that much like we're gonna have the like the drug test when we're going to work we have to taking the you know drug test so 就是 a common sense over hereIt's not only a certain people. So, you know, we can buy whatever we want. So we can take any time we want. But it's just the levels, just what kind of difference, you know, drugs we take. 但现在不是这两天，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们那个工作量马上要加大。这两天不是那个另外一种 pill 已经也合法了吗？对吧？而且对啊，你像我们还有那个非常那个 long waiting list.我们有 over 100 patients is waiting on the line because they're, you know, the homelesses, right? 的就是就是乞讨的嘛。他们 almost the homelesses, they taking drugs. And I mean, 就是那个讲师 he need to be careful because, you know, 我私底下其实跟他说过，我跟他说过，那不是，那像这种事儿。那像这种事儿，他们这个钱是我们理解一样的吗？就是领的补助钱拿出来直接就干这事儿了？当然了，他们可以有那个 cash from the county 或者 city， 他们很多钱的。我告诉你，他们很多钱的。我之前了解是两个礼拜700块钱，现在变了吗？哎，700块钱，你知道我们收一个病人要多少钱吗？你要大的要到5000多，或者是哎呀，这个太多钱了。就是为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就是我们就是跟同事之间讲嘛。你说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从那个从我们这里来，从 tax whoever filed the tax, right？ 对呀，就是 it's paid from us， 对，纳税者嘛，对吧？We pay everything. We pay for education. We pay for like a medical facility, 就是我们的税就是 cover a lot of this bullshit. 来，我抖爹听懂了，抖爹听懂了。那个，我给你们大概说一下吧。就这边的人呢，由于吃小葱没人管，
他们光光的一顿就有就大酱吃小葱的，有小葱晒干了吃的，有各种花新花样的玩的，而且不单是小葱啊，感冒了吃点药片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整的特别多。他的这些所谓的我们以为的这个疯人院，都是那种精神出问题了什么的这种，看来除了这种常规的，更多的是这种，就属于大了，整大了，整大了这些人以后。我感觉啊，他没来得及说，我要没猜错的话，应该进去想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是很难的，就是你你这边喝多了，你上马路上耍酒疯去了，耍完酒疯这边一看啊，你这不是喝多了，你吃小葱了，好，给提了扔疯人院里去，疯人院里以后出不来了。出不来了，你跟人说我是正常的，我是正常人，你让我出去吧，不可能，你指定不是正常人，给他打关上，给他关上镇定，关镇定，你完你就搁里面那啥吧，你就搁里面就无限循环吧，啊，你出来就可能就费劲了，而且这些人就是流浪汉，像我说之前他们确实是有补助拿的，拿了这个以后，就是因为他们身上不具备什么信用卡、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不存在这些东西，确实他们也是好多都是直接拿现金拿现钞。就发的这补助，现钞出来到门口就消费，啊，消费完了以后就跟你们看的那个，跟你们看的那个，就是街头艺术一样，你跟你们看的街头艺术是一个概念的，就是一个马路上就可以，就在那个门口就开始了。当然那个我始终觉得挺夸张的，就是但路上确实是有，明白吧？大概就是对，就变成丧尸了，就是这种，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些东西不管控。华人跟这些东西接触的其实并不多，真说很少有凤毛麟角人会接触这些东西，华人跟这些东西接触并不多，但一旦你要因为这个东西比如说扰乱治安了，因为你看美国一整有那个大个帽在马路上追着车把我跑的，有的是搁那等下劲儿呢，有的在那等下劲儿呢，拖时间呢，要不然抓住就直接给你扔在里面去，你就出不来了，好吧。